せが多いか。太香了，今天男友给我订的蘸酱菜还有一盒杂菌，健康饮食，我包一个蔬菜包，哇，这太大一份了，这干豆腐切的太小了，呵呵，先来一口，还是要合理饮食，荤素搭配。嗯，哎呀，这家伙太紧实了，包个大的，有葱，有黄瓜，有萝卜，有香菜，有臭菜，还有萝卜丁，还有苦苣，小白菜，哎呦，太全了，这能塞进嘴里吗？真的。减肥就这样吃，可香了，还挺饿。